这是我搭过最少乘客的飞机，只有三个乘客。因为这个航线是新的，所以大家快点来好不好？哎，好啦，经过一个小时，从汶莱到山达根这边，马来西亚只要一个小时不用。跟你说，这是我长那么大，真的搭过最少人的一班飞机。机长、副机长，然后两个空服员，总共四个人，但是乘客只有三个，一对情侣跟我，这是真的是初次体验。反正呢，我来到山达根，今天就是一个生态之旅，长鼻猴跟红毛猩猩。如果有时间再去看马来熊，但是长鼻猴跟红毛猩猩是一定会去看的，所以我先卖个关子，明天再带大家去好好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鼻猴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长鼻猴，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国宝哦。他头不见了。好啦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大概是早上快十点，所以我现在其实非常赶。我现在是在这个西碧落人员中心，人员呢，刚刚就看到这个就是红毛猩猩，它算是在马来州这边的婆罗洲这边的一个特产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赶快进去看，剩下我在路上来介绍。这边十点它有个喂食秀 ，Sibi Lock。那我要先去寄房包包，然后买门票。那另外的话，就是如果你要拍照的话，还要另外收费。快快快！票是30块，然后呢，你要带几台摄影机，就是一台就是10块。来到园区。记得把大包包拿去寄放。那我现在就在这个西碧落人员救护中心里面买好票，寄放完行李了。所以我现在走的有点赶，是因为已经开始那个喂食秀，他们每天早上会10点跟下午3点的喂食秀。但是呢，我刚查了一下，我刚会之所以会这么赶，是因为。大家都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来早上的，因为早上的话会比较多，有机会可以看到40-50只红毛猩猩吃早餐。哦，有听到声音？你们听到声音？哦，所以我必须要再走快一点了。那为什么是救护人员救护中心？是他们早期在开发婆罗洲的时候，它的栖息地都会被破坏，所以呢，为了保护他们，因为它已经快绝种，所以他们就会建了这一个西碧落人员救护中心。那其实除了红毛猩猩之外，还有超过80多种的动物生存在这里。我是看有人说，就走一走，你可能真的会看到红毛猩猩站在前面这样子。好了，那希望今天可以看到红毛猩猩他本人。来一个山达根生态之旅，它起源于1964年，到现在已经超过55年的历史了。这基本上变成了大家来山达根一定会来帮助这个救护中心。哎呦，这已经好多人，好多人。看这只灵活摆荡的动物，就是稀有的红毛猩猩。哎，你看里面还有一只长鼻猴哎！西碧落红毛猩猩庇护中心是全球最大的红毛猩猩生态保护园区。现在要看到红毛猩猩，只有在婆罗洲或苏门答腊北部这两个地方。而且你知道，红毛猩猩和我们人类的基因可是有97%相同的哦，仅次于黑猩猩。好了，那我必须说吼，来到这边呢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，因为我想说，至少这边至少会待1个多小时、2个小时，没有，就是你看完喂食秀，走进去走出来，大概40分钟 total 就这样结束了。
因为大家就是冲着这个位置秀来的嘛，然后位置秀就大概二十多分钟，那该拍的都拍到了，你想要的画面都有了以后，大家就是都走了，所以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了。过了十一点以后就没有什么人了，所以一直要等到下午三点才会第二个位置秀，才会慢慢有人潮。但是他这边是说你出来你也可以再进去，一整天都可以用的，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再进去晃晃的话也是可以啊。可是这边好热，我跟你说旁边刚好有一个马来熊的一个也是 conservation center，它这个是2014年开的，那马来熊呢就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熊，那我们就顺便过去看看吧，反正今天就是一个很 free 的概念。我看到这个票价呢瞬间不想进去，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有马来西亚的身份证本国国民呢只要5.3块，但是呢如果你不是本国国民的话6倍，31.8块、哦、直接坐地起价去看看好了。这里展示的是被马来熊忙坏的玩具们，那现在就是蓉蓉生物小教室来介绍一下马来熊的特征。想到马来熊呢一定会想到我们台湾黑熊，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马来熊它是世界上最小的熊，都有多小呢？大概只有成熊大概只有120到150公分，台湾黑熊至少有150公分到180公分，这至少，那体重的话60公斤而已，大概就是一个小六国一的学生的体重。台湾黑熊最重可以超过600公斤，平均的话大概250公斤，所以大概是4倍到5倍。你知道这个差距吗？最明显最明显，台湾黑熊是一个 V 字形嘛，马来熊是 U， 然后会有黑色的斑点。那除了体型很小，然后尾巴很短，那还有另外一个特征的话蛮特别，就是马来熊的舌头超级长，多长呢？20到25公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你看这张照片，马来熊为什么要那么长呢？他说这边是他们的舌头被认为是用来舔蚂蚁还有蜂蜜跟昆虫的， OK， 就伸进那个蜂窝里面这样子。其实这个马来熊呢它的名字叫做 Biramadu， 我不确定我们念对，就是 B-E-R-U-A-N-G 然后MADU， MADU， Madu 就是蜂蜜的意思，所以他们在当地也叫做蜂蜜熊，因为它的主食它超级爱吃蜂蜜，所以有时候在树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在睡觉啊，或者是在那边抓抓抓，磨他们的爪子。今天其实很幸运，可以看到几只马来熊活蹦乱跳的。狗熊，狗熊，其实指的就是马来熊。现场看真的跟一只黄金猎犬的体型差不多呢，这只的姿势实在是非常的霸气。我们都知道熊都是需要冬眠的，唯独马来熊是例外。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马来熊他们可是很聪明的，甚至会表情模仿，下次去记得做鬼脸给他们看。看了那么多画面，有没有觉得感觉在看 Discovery 或国家地理频道？没关系，如果你没有带那种可以 zoom in 的相机啊，或者是望远镜的话，现场都会有工作人员，他们会架一台，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机对着那个镜头拍，绝对绝对超级清楚，那个真的是专业级的望远镜。好了，这个票价绝对值得，不要觉得这200-300块花不下去，既然来到这边就花。那已经看了两个嘛，红毛猩猩、马来熊，最后一个就是长鼻猴。也是濒临绝种的，明天再带大家好好的去看。好了，那经过漫长的车程呢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拉布贝，这个叫拉普湾，然后长鼻猴保护中心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地图，它这边哦，最主要就是它的喂食时间，你要注意，它有那个平台 A 跟平台 B 在这边。你看，9点半、2点半，然后11点半、4点半。所以你要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到，才可以看到很多长鼻猴。那票价的话是60块，好多鸡哦，60块是外国人，当地人，马来西亚的人，他只要15块，差了4倍。今天现在快2点半的时候，我们要去 A 平台 ，A 平台的话在这边，所以这样我们现在在这里嘛，这样过去还要1.5公里，然后能过去1.1公里，是可以开车进去的。好，那梦寐以求的长鼻猴，在三打根那边最重要的东西。最重要的这个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去看，好不好？走进去，
走，我跟你说哦，这边要特别注意，这边是没有网路的，这边在深山里面，走吧。这边就是 A 平台。那走进去呢，还有一小段未实秀的地方。然后，其实在我后面呢，这边已经有两三只长鼻猴了。长鼻猴的鼻子大归大，至于功用是什么，其实并不清楚。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地位的象征，像这一只应该就是猴王了。看它大大垂垂的鼻子，非常的霸气。长鼻猴也是目前唯一能反刍的灵长类动物，由于食物取得困难，几乎无法饲养，显得长鼻猴更加的珍贵稀有。下面这段画面，搞不好在 Discovery 或是动物星球频道都没有机会看到，我拍到了。那我来讲一下这个长鼻猴它的习性好了。长鼻猴呢，它可以说是就是猴子里面最帅的猴子。OK， 它的鼻子吼会随着它的年龄增大，然后越来越长。那男生才会越来越长，女生的话不会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不能丢东西给他吃，因为长鼻猴他们的消化系统不能分解糖分，所以如果我们丢有糖分的食物给他的话，他们会挂掉。所以来到这边就是静静的看。那我们要跟长鼻猴说拜拜了，他现在。全世界所剩下的数量大概几千只，跟熊猫是差不多的概念，所以它也称作是马来西亚的国宝。我跟你说吼，为什么那个猴王它的生殖器都是24小时金枪不倒，这是有原因的。一旦它疲软的话，代表这个猴王它的地位在这个猴群当中可能会不保，所以它必须要一直非常剽悍，一直让它站着。那刚刚有说它鼻子嘛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会越来越大。如果你的鼻子太秀气，那你可能会被笑，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当上猴王。猴王他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，方圆大概两公尺、一公尺都没有其他猴子敢跟他抢，跟他抢的话就会被攻击。那其实他们刚刚也有发生一些还蛮好玩的画面，18禁的画面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啦。